强很。怎么样，顶不顶得住啊？然后就像你那样很软。哇塞！哦，对，你这边拿这边。你真的打不好，你现在那个姿势就耸肩了，怎么会打得好嘞？就是射击怎么会耸肩呢？对不对？其实我的对不对？我的再这样，他把针打不开。我们西平兄就不爽，对不对？哦，西平兄示范一下吧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打，不是？他也没有打，他没有打，连战绩都没有了。四五手枪我可以全部拆开，再组合起来看看。哎呦，我也可以，我是那个大部分姐，人生的一大梦魇，真的。以前我们是军部连嘛，对，军部连就是军部所有的军官，不是一人一把枪嘛，都四五手枪嘛。哇，高庄姐，你拆那个手枪拆到我都快哭了。对，一百多把，哇塞，四五手枪就每天就在那边保养。哇塞，快要哭了。哇塞，我最恨四五枪的那时候，还有那五七步枪，我们的五七步枪是全新的，那个拿出来多害怕，一点刮痕都没有，就全新的枪都是美制的，哇，好新哦，这样慢慢擦。我好怕那时候拆到手都起水泡啊！会每天这样一直按，而且他那个也不太常用，特别紧，特别新，哇，好难过。不过西平哥，你说冷静是在军中活下来的关键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班长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笑。是啊，你真的对，一笑就完了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家伙一进新兵训练就兵变。兵心情不好，副老长就把他开导，没有用，所以就给班长说你有空给他开导。结果你知道我们出操出的好累哦，结果大家在那边休息的时候，班长就说，哎，我就开导他了，说我也兵变的，我也兵变过，我当年是怎么样熬过来的，也有经验过，就没想到班长越讲越激动，开始那个眼泪，他没有哭，那眼泪就流下来了。班长也讲过，讲到伤心处，讲到自己伤心处，眼泪悲愁中来，流下来之后。那个家伙看到班长流眼泪了，就更哭得更厉害了。但有个家伙在那边喷，就觉得很好笑，对吧？有个家伙就笑出来了，他这一笑不得了了。班长一看他笑了，哦，你笑，老子在流眼泪，你给我笑。回去到了晚上，大家睡觉的时候就把他叫出来，你站倒，脸上不准有表情，嘴巴不准张开。好，你现在流眼泪给我出来看。就是站那边，嘴巴不能啊，这样哭哦，就站那边不准动。然后你看，逼眼泪给我出来给我看。他那边一直想流眼，一直叫让大家看，而且一直不想让班长说，来右边，他听不懂右边，你右边眼睛给我流眼泪，然后换左边眼睛给我流眼泪，真是被搞死了，好惨，这个连我们影帝也做不到，你也不要睡，左右这太难了吧？对呀，NONO， 你们有一个神经病班长养一只狗来整你们，他因为军中都部队，我们那时候在中心的时候有那个有一个狗，有一只狗，然后那只狗他说他是副班长。就我们看到那个狗就是要副班长好这样子啊，对，就是你就算没有人，你看到他你还是要跟他，因为万一有被班长发现你没有跟他敬礼，你就会完蛋。然后他每次因为我们那个部队就是下中心的时候啊，然后像下部队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中心训练的时候，他有一棵树，然后班长最常就是你们只要这一点有人犯错啊，整年接受处罚，然后叫你左去右回抓最后三个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哇开始跑啊，最后三个就会福利扔在石下这样子。然后他有一天就在那边抄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说有没有看到副班长？然后大家就转头过去，哎有看到，好，副班长左去右回，他说叫我们绕着那一只狗左去右回。就那个狗看到有一百多个人冲向他，他当然跑，那狗就开始跑，就是看着跑，然后就看到一百多个人就在那个，对，然后就乱跑乱窜，你怎么有办法绕着那个狗左去右回？他乱跑啊，他又不是乖乖站在那边让你左去右回，就一直看到一群人冲过来，那狗就砰，后来就跳墙出去了，完蛋了。我刚刚想，不会笨到有阿明哥也要跳出去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觉得那班长真的神经病，乱跑，班长很屌，对，屌，想出这一怪招。班长要兵洗澡快，新兵投诉反被整。我们有周记，然后就你可以什么建议的可以写。同学就真的写，就是洗澡时间太短。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，你给我整整洗一个小时。我就看他在澡堂在那边一直冲，他就一直冲，冲了一个小时。然后班长就站着，然后他就一直水冲水啊，我肥皂冲掉，冲我肥皂冲掉，我肥皂冲。幸运哥，哪一种人最容易被班长整？我跟你讲。最容易被班长整的就是白目的人，对，白目。我跟你讲，我不长眼，不长眼。
而且啊、哦，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。对。嗯，部队里面有那个荣团会，哦，对，叫荣誉团约会，嗯，所以你可以随便大名大放，吃吃喝喝，是，不是是大名大放的，OK， 那个大家都不敢讲话，嗯，连长就说没关系，今天荣誉团约会，大家什么话尽量讲，是，放出来，有一个就白目了，就站起来，讲真的，就讲真的，说连长什么不，第一什么不好，第二什么不好，第三我是不好，就讲完之后，连长说，我本来是要综合答复的，我就单独答复你，第一，好，你讲的很好，我改进。第二，你讲的很好，我们改进。第三个，你讲的我们会研究。是，哎，大家一看连长还这么认真的，就有个真正是最白目的那家伙，就举手了。再讲，我要讲我们班长。这我们班长跟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猪猪猪，我当时觉得猪，你知道？干掉班长，而且说死猪。刚刚说这个猪，他死猪，干掉班长。班长给我们洗澡时间太短了，哇塞，完了，对，你知道，哇塞，还有我们光屁股跑出来很丢人，然后大家睡觉，然后就班长不会动手的，嗯，就我们几个人就把他，哎，兄弟出来一下，你站好，你的手都没贴紧，蹲下，起立，蹲下，起立，俯卧撑三个，站起来，仰卧起坐五个，就把他操了一个半钟头，你知道，就把他操了一个半钟头。但都是班长指使，但班长自己不会出面。是，像这种就白目，白目呆子，呆子，知道吧？对，荣誉团结会就是连长万岁，班长万岁，连长万岁，真的，我爱国军，喊口号嘛，对不对？我想一辈子当兵，对，什么荣誉团结？我不要生，我拥有二兵，我就有这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这种死猪型的白目型，就那个要讲的班长什么天兵啊，天兵，有些会写，因为以前有那个本子嘛。那真的是天兵啊，就对，但就会你会日记吗？还是什么周记？对对对，我们以前对我们有周记，然后就你可以什么建议的可以写，对，然后我们辅导长看的嘛，对，我们跟同学就真的写，就是洗澡时间太短，后来他那天晚上就被班长叫去说，你觉得太短吗？你就给我洗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，你给我整整洗一个小时，我就看他在澡堂在那边一直冲，他就一直冲，冲了一个小时，那一皮肤都皱了，你知道吗？皱了。你要下洗澡，我就给你整整一个小时，你慢慢洗，好不好？我就站，然后班长就站在那，然后他就一直水冲水啊，抹肥皂，冲掉，抹肥皂，冲掉，抹肥皂，冲掉，抹肥皂，在那边洗一个小时，现在干净了吗？对，天皮洗都烂掉了。你们真的是不能体会我们那个年代哈，真的是，嗯，合理的是训练，不合理的是磨练，真的真的不合理，你根本就只有默默接受，你还可以讲出来。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那个年代哪有合理？哪有什么合理的？对不对？你们连长不是有一个跳楼的？跳楼的，对啊，那个中心啊，我在中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个宪兵中心是四层楼的，然后我们中心就是有的兵就可能少爷兵之类，就不能动不了，对。像你右边那一位啦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礼拜他已经受不了，因为我每天都伏地挺身，就是只要操都最少做100下以上。然后就被那受不了，然后他爬到二楼寝室，然后就往一楼跳，他就往一楼跳。二楼啊？对，就二楼高一点嘛，二楼怎么会死呢？他就往那跳，然后跳下来就好，他因为我们那个水沟还蛮宽，不是很小的，如果很小可能脚的，然后他就擦伤这样子，然后就送到医务室，然后他就给他休一个礼拜，就是都不用出操，然后后来就是好了之后再继续操，他说我要跑到三楼再跳下来。哇塞！第二次从三楼跳，然后跳到我们那个大茶桶，因为那个安全值班前面都有一个大的那种铁的茶桶，对不对？那个而且大家要交钱嘛，对，砸到不准，然后就腿就骨折了，哇，好开心，就骨折，哇塞！然后他就修到那个捷讯，哇塞，终于如愿以偿。我想说这次如果再没讲，他应该在从四楼吧？不是，对，因为二楼在水，再来就四楼，再来就他都瞄好了嘛，跳到茶桶上只是受伤，有缓冲嘛？看我们那天有没有水，对。没水。对啊，因为那个里面都有加一点点盐巴，那个水。对对对对对，水要加盐巴。对，而且你临兵的动作太慢，害你差点被晒死了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新兵的时候，就是只要同期他有事，你怎么会活过来？好可惜。不要这样，我在部队里面真的算是还蛮勤劳的，而且我动作算快的，而且我折没被。在中心折没被，然后折成豆干的时候，我那个折算折很快。然后呢？为什么你被晒死？但是因为我旁边那个他动作很慢，后来班长就说，因为我后来有一次我帮他，就班长看到，他就说，你以后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慢，你就跟着处罚。然后有一次后来早上起床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睡，他真的好慢，而且我帮他还是慢，就后来班长火大，他说，你们两个人折个棉被要折这么久，没关系，今天的所有课抄完之后，中午啊，连集合场就你们两个来集合。嗯，我说。
我靠，然后完了完了，中午大太阳，大家在吃饭休息，那我们要在那边操。好了，那时候我记得是七月多，那很热，在那边非常热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抱了两床棉被去那边，开始在那个集合场里面练习折棉被。然后折完之后就连续反，然后他就一直三十秒之内要折好，他就开始一直反复操。操完之后 ，OK。盖棉被睡觉，好，我说盖棉被，因为他说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你们可以盖棉被休息的。好，就在连集合场那边，班长拿了五床棉被，我们两个人一人上面叠了五床棉被，就是盖那边睡觉。嗯，哇，然后你知道那地很烫，对啊，上面又很热，两床铺在地嘛，躺上去再盖上去。不可能，他直接躺在水泥地上面，你直接躺在那边，那棉被就直接盖上来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盖完之后，他人还在，班长在坐上来，这样子，以前是那样在弄。我也。哎，你们的班长抓狂会捶墙壁啊？会，我的班长有点歇斯底里。他说遇到那种神经病班长，他有点歇斯底里。歇斯底里，嗯，比如说他叫我们带他，就比如说做搬东西好了，去取枪啊，然后放枪放好后，我们要去搬一些器材，因为我们是器材班，搬器材，然后大家都懒懒散散这样慢慢的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系统。然后就捶墙壁哦，然后隔天就看他手包着一个那个就来，他请晚上就请假去包那个手，然后我们每个跟其他跟士官长讲说，士官长，我们那个班长是不是有一点躁郁症？他说没有，这还很正常，正常的时候还有更疯狂的时候，他更疯狂会去拿东西啊，随便乱摔啊什么丢的这样子。哇塞！对，而且他每次就是这样，他只要一生气，我们不理他就这样。现在的班长会这样，因为他不能操兵，他不能操兵。我们以前就一脚就过去了，还可以。对，因为他不能操我们，他也不能骂我们，因为我们压抑。对，他们压抑很久，然后他们年纪都比我们小，他们有些十八、十九岁，自愿役的。跳出来，自愿役的。对对对，那更惨，更惨。然后因为以前他们被操得很惨，对，然后现在他们我们还可以打1985申诉他们。我还1985申诉他们，真的。然后有人会接电话说，我在什么连什么旅，然后被哪个班长。操，然后怎样？我觉得很不舒服，什么？现在可以这样子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对啊，你不知道现在部队变这样，我们现在募兵制募不到兵哎。对啊，募不到哎。我知道募兵制女兵比男兵多。不过那个班长有的时候其实蛮贼的，像我以前一个班长就是，他我妈来看我嘛，我就看他奇怪呢，因为我们在不是在集合还不能去，他就跟我妈那俄语，讲什么事啊？然后晚下午不是就要整理嘛，我很怕那个。毛毯啊，一弄那个灰尘啊，我就会过敏嘛。我就说哦，班长，哦，这个很难过，鼻子过敏。没有，不是班长，我跟你，你妈说没有，他还跑去问我妈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上次跟他讲说，班长，我这不行了，我就鼻塞嘛，我真的会这样。他跑去问我妈，我妈说没有啊，他很好啊。我妈总觉得说在部队里面你就要守规矩就对了啦。哎，不要太多毛病。对，因为他也是军人嘛，他就说没有，他很好 ，OK 的。那我就哎，班我比没有，好吧，然后就是班我脚痛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呗，对不对？然后班谁会那个？我会，没有，你不会，对，就是没有，这是要考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前线当兵的故事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哇，多到简直是不多的不得了。是，我在进门当兵的时候，还单打双不打，是，你们听过炮声没有啊？嗯，我们其实听过炮声的。听见开战炮声，马新平如何惊险逃生呢？张立东打靶动歪脑，孙鹏现场开口骂。张立东，你有当过兵吗？有啊。你有打过靶吗？有啊。打什么？打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前线当兵的故事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哇，多到简直是不可不多的不得了。是，我在进门当兵的时候，还单打双不打。